《秦帝国：黑色裂变》第九章，霹雳手段。嬴驷同志纯真惊讶非常，连忙上前抚慰：“老太师莫要伤痛，国家大政从长计议也。功夫回来，嬴驷定然禀明老太师一片忠心，力荐老太师主政治国便是。” 公孙贾重重的叹息一声，泪光晶莹，哽咽又生。太子也今非昔比，断断不可莽撞。老太师一片苦心，太子心知足矣，何敢奢望亡羊补牢？老师之言差矣。嬴驷慷慨正色，亡羊补牢犹未晚也，何谈奢望？尔等老臣。 难道以为公父乃昏庸之辈，不纳忠言吗？公孙贾大为惶恐，伏地叩头不止。太子休出轻率之言，臣等委实吃罪不起。老太师风烛残年，臣已久欲逃遁山林，岂敢过问朝局？谁知嬴驷更加气恼，小脸通红，尖声叫道：“岂有此理！” 秦国难道成了危邦不可居吗？谁将国家扰成了如此模样，骨耿之臣都要走？谁说呀？怕甚来？却突然打住，眼睛直勾勾的望着门口。赢钱一脸寒霜走了进来，冷冷道：“四儿，身为太子，对大臣不敬，成何体统？” 嬴驷和所有的公室子弟一样，素来害怕这位威猛庄重的伯父。况且他又是太子左傅，管教自己名正言顺，脸上一红，声势顿时萎缩，凄凄哀哀道：“驷儿见见过公伯，没没说甚。国事有官承，不是公伯，我是左太子傅来检视学业。” 赢钱冷冰冰打断赢四，将“左太子傅”几个字咬得又重又响。甘龙正在泪眼朦胧，一时竟有些茫然。虽然他是资深老臣，但对霹雳猛将赢钱却素来敬而远之，实则是敬畏三分。况且今日又在太子府，赢钱分明便是正主，自己身为太师，对太子讲书本也无可厚非，但…… 讲出局外总有些不妥，甘龙内心忐忑不安，但毕竟久经沧海，漫不经心地哽咽着：“左父见谅，都因老夫感念木工有所失态。太子劝慰，原是体恤老臣，莫要责怪太子才是。”嬴驷感激地望了甘龙一眼。 觉得这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师很有气度。公孙贾原本难堪困窘之极，但在嬴驷甘龙的一遮一挡之后，已经冷静下来。他抹着眼泪拱手道：“公孙贾参见左父，太子有过，公孙贾有责，愿受惩治。”赢虔却大咧咧一笑。 你个公孙谷，我是闷得发慌来转转。老太师讲书，如何不告我一声，让我这粗憨也长点学问？左父笑谈了，不是禀报你了吗？左父还叫我赠送老太师赵九也。赢钱一怔，哈哈大笑道：“糊涂糊涂！那好也，从今日开始，每次我也来听。” 左右闲着无事，何如长点见识？老太师，继续讲了。甘龙拱手道：“已经两个时辰了，老臣年迈，不堪支撑也。”赢钱又是一阵大笑。老太师能讲书两个时辰，老当益壮，可喜可贺。我呀，最怕说话，半炷香也撑不得。 非哑了喉咙不可。公孙贾笑道：“老太师委实劳顿，下次讲述我当专程请左傅监讲。”赢钱脸色一沉：“监讲？你疑心老太师会用邪说蛊惑太子？大胆！” 公孙谷想不到丢给赢钱的烫手山药，竟如此快捷利落的回到了自己手上，忙不迭挤出一脸笑容，连连拱手：“岂敢岂敢，有罪有罪，老太师见谅，左父见谅。”甘龙皱着眉头冷笑道：“公孙谷，学着了。左父，老夫告辞了。” 佝偻着腰身，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，咳嗽着出了门。嬴驷狠狠瞪了公孙谷一眼，连忙赶上去扶着甘龙出门上车。右副大人，何时讲书？不要忘了我，记住了。赢钱笑得森然。公孙谷，但凭左副大人定夺。 公孙贾满脸堆笑，双腿却速速发抖。刚刚掌灯，李渊便抬进满当当两岸公文。未央在书案前坐定，准备开始批点，正欲提笔，景监匆匆走进，将太子府的事被细说了一遍。未央禁不住大笑，却是甚话也没说。景监知道未央规矩，说完立即忙着打理公事去了。 刚刚批的几卷，未央突然觉得面前有个身影，不自觉间手中铁笔短剑般飞出，随即抬头，却见侯莹握着铁笔，微笑着站在面前。是侯兄。未央吁了一口气，吓我一跳。来，请坐。侯莹笑道：“我看这铁笔不错，管中有箭头，可谓绵里藏针也。” 侯兄有眼光，此乃铁笔剑，老师赠我的。不想第一次就用错了。侯莹坐到对面。杨兄，我听说城里有过刺客，特来看看。京南失踪，你可要倍加小心。未央点头，随即深锁眉头道：“侯兄，你说天下哪个学派能与墨家剑士抗衡？” 侯莹一怔，摇头笑道：“如何？你想求援？哪里话来？一夜之间，墨家剑士竟被一个来历不明的门派赶走了。有此等事体，这批剑客真的厉害。”侯莹惊讶：“他们显然是想帮我，岂不知帮了一个大大的倒忙。”侯莹脸色微变。 如何，帮了倒忙？愿闻其详。哎，未央叹息一声道：“也难怪，他等如何能明了这正道奥妙？为政治民，诸多事情是不能大白于天下的，这便是所谓国家机密了。权臣执政，永远都会有政敌，必欲除之而后快。政敌之仇杀，可防可治。” 不可告民，原因何在？这民情如海，有风必有浪，浪急则国家倾覆。政敌之行若大白于天下，反制疲民便会与之通连呼应，使民心不稳，国策难行。墨家乃近百年来震慑天下的正正之旗，在民在官皆可振聋发聩。墨家对我变法之偏见。 本属误解，必能消除。今墨家剑士在岳阳被袭击驱逐，加之一场大火，使朝野皆知墨家认定秦国变法乃暴政虐民，流言便会不胫而走。如此，长了谁的志气，灭了何人威风？变法正在爬坡之时，庶民方醒未醒，经此一举，民心惶惑，无从辨识。 墨家之误解又会更深一层，岂非要大费周折？侯兄思之，这是否帮了一个倒忙？未央说的缓慢沉重，忧心忡忡。侯莹听着听着，额头渗出晶晶汗珠，大是惶惑不安，突兀自语：“如何没有想到这一层？” 又警觉醒悟，笑道：“杨兄勿扰，敢与墨家对阵者，必非寻常之辈。我之愚见，解灵还需祭灵者，也许他们自己会补正。”未央感慨一叹：“虽则帮了倒忙，然则未央有此无名之音，也足可自慰了。知我变法者，为此人也，又何求不过？” 侯赢也是一叹，眼神中流露出一种感动。杨兄，侯赢告辞。送走侯赢，未央无心批阅公文，在庭院中踱步，仰望天中明月，心潮起伏回荡。不知白雪可曾平安回到了魏国？墨家会不会找他的麻烦？君上。 在西部巡视，如何还没有消息？车英找到君上了没有？墨家仓促退去，下一步可能如何？和墨家的这场敌对误会如何化解澄清？有没有必要亲自去一趟墨家总院？乱纷纷想来，一时没有头绪。但无论如何行动，都要等君上回来再说。 岳阳不能没有镇国之主，君上与未央必须有一人守在岳阳。还是君上镇国合适，毕竟未央对山中生活与学派门户熟悉许多，绝不能让君上去冒险。对，正是如此。变法一开，没有我未央，君上可以继续推行变法；没有了君上，我未央在秦国岂能站稳脚跟？ 想着想着，未央清晰起来，觉得应该趁窝冬季节化解墨家误会，给来年春天推进变法扫清道路。山地纵然费时三个月时间，长途跋涉一次，也算够了。突然，马蹄声急骤如雨，在静夜长街如惊雷滚过。仔细一听，正向左庶长府而来。 未央心头一震，大步匆匆向府门走来。马队正在左庶长府门前收住，车英滚鞍下马。车英参见左庶长。未央心头一沉。车英，君上何在？禀报左庶长，君上执意孤身赴险，到神农大山找老墨子论理去了。左庶长。 未央心头“轰”的一声大跳，面色骤然苍白，摇摇晃晃地站不稳。车英一个箭步冲上，扶住未央。此时景监已经赶到，立即和车英扶着未央回到寝室。当太医被急如星火般唤来时，未央已经从卧榻上翻身坐起，挥手吩咐所有人退下，唯留景监、车英在房中。 未央走下卧榻，双腿犹自发软，强自扶着剑架道：“车英，详情如何？仔细说来。”未央的震惊昏厥，使颈肩车英乃至左庶长府的所有吏员都深深震撼。这个在他们看来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卓越人物，闻君急难。 竟是如此急火攻心，可见其对君上、对秦国的耿耿忠心。战国之势，风雷激荡，唯有肝胆相照，才能杀出一条生存之路。唯其如此，人们对大忠的渴望和崇尚达到了极致。一个人可以才能平平，但只要有耿耿忠诚的德行，就会受到人们的赞许、敬仰和追随。才华横溢而不忠不义。 则为天下所不齿。忠于家国，忠于君父，忠于工业，忠于友谊，忠于爱情，忠于知音，忠于学派，忠于信念。无尽的忠诚，在残酷激烈的大争之势，磨砺出炫目的光华。数不清的忠臣烈士，留下了天地为之变色的故事。无论何时，无论何地，人们对忠诚的敬仰都不会稍减。 都会为之感动不已。未央醒来的时候，屋中所有的眼睛都含着泪水，他们的泪水凝结了对未央的崇敬，也凝结了对老秦国的忠诚。况且，未央是山东世子，是外邦人，他对秦国的忠诚更容易激起这些老秦人的情感波澜。未央却什么也没有看见。 只是紧紧盯着车英。车英脸上汗水或者泪水，擦拭一把，从头讲述了追赶国君、国君遇险、国君决意进山和自己被严令返回岳阳的详细经过。重述秦孝公、秦国不能没有左庶长、左庶长是秦国新生的厚望这段原话时，未央的泪水夺眶而出，又一头栽倒在榻上。 半个时辰后，未央醒了过来，他终于平静了，喝下一大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汤，精力也恢复了过来。思忖有请，他对警监简略地交代了必须在晚上完成的公务，便匆匆出门了。时近四更，岳阳街市已经沉寂，未央来到未峰客栈门口，只见漆黑一片。 往日挂灯笼处挂上了一个隐约可见的大木牌，未央绕到偏门，也是大门上锁。稍一打量，街中确实无人。未央登上门前石墩，轻轻一纵，跃上墙头。看看院中无人，听听又是静悄悄一片。未央手搭墙头，无声的落到院中。未央相信。 侯莹会在客栈留下一个可靠的联络信使，如今一看，竟是完全的按照他的要求撤出了岳阳。此刻，未央真希望侯莹能有所保留，否则他的这条应急之策就要落空，面临危难的国君就没有骑士后援。未央此来是想请侯莹出山援助秦宫的，他了解侯莹知道他是一个罕见的风尘隐侠。 但他从来没有说破这一点，一则是没有必要，二则是作为法家名士，未央对乱法游侠历来不赞成，也不相交。假如不是白雪，侯莹也不是商家，未央即或相识，也不会有交易。时也是也，在这种精兵猛将无以着力的特殊时刻和特殊对手面前。 需要的又恰恰是这种独往独来、具有超凡个人行动本领的游侠人物。侠士们常说：“法以治国，侠以补世。”未央对此从来视为笑谈，不想自己今日竟真要请游侠补世了，不禁感慨中来，第一次感到天下之大，竟然真有法治威力所不能到达的死角。 甚至于自己目下的行动和游侠又有何不同？心念及此，不禁哑然失笑。猛然，未央听到了侯莹住的那排大屋中有轻微的鼾声，有人。未央轻步来到门前，想了想，啪啪啪敲门。谁？一个粗重的声音，带有明显的警觉。 未央听见他已经到了门后，你家主人在吗？我是老国来的朋友，安逸来的吗？等等，门吱呀一声开了，一个大汉搓着睡眼朦胧的脸，使劲摇摇头，才看清眼前来人。哎呀，你从安逸刚来，晚了，事情早完了。 侯大哥何在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光管看家。看家几个人？就我和何丫两个。何丫，可是陈何丫？啊，对，不对。你如何识得何丫？粗汉的问话显然有些醋意。何丫住哪里？我要找他说话。 好，跟我来，何丫，有人找。哎，来啦！《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》第九章“霹雳手段”，就为您播读到这里，下期再见。